Hello，这个视频呢，里面连接有一些乘法练习的题目，大概几百题吧，我想应该有一两百题之类的，所以说我觉得，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很快的做一些很快的练习，而且它不是顺序的，我觉得很好的乘法练习是不是顺序的哈？当他已经写过了几次乘法表的时候，我觉得后面的挑战就是看到任何一个数字可以马上当下的反应，所以说呢，我就整理了一些这个，譬如说像这样子啊，比较混在一起的这些题目。那它呢就可以帮你们稍微很快的做个练习，然后呢这是单位的，然后也有2位乘一位，然后也有3位乘一位啊，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呢就可以多练习，OK。